8809安装视频。第一步，安装好灯泡试电。第二步，最长的三个方支安装在最里面的底盘突出螺丝上。慢慢学着小心。第三步，安装锅底。变得很轻。第四步，把四个短方支安装在底盘突出的螺丝上。你总是从我眼睛看你。第五步，安装单圈。微笑的神情，看我发的神经。第六步，把灯体安装在天花板上。第七步，锅底全部安装上。第七步，锅底全部安装上水晶球。就从阳台躲到书房，又是你真的不讲礼貌，宁愿自己从黄昏玩到破晓。第八步，把15厘米水晶长条安装在第五圈。能看到你盯着我的稀饭，吃着我的茶烧，不管阴天还是雨天，睡在我的肩膀，钻在我的棉袄。算了吧，晓得你不安心。第九步，第四圈全部安装水晶球。总在浪费感情。第十步，第三圈安装10厘米水晶长条。总是怕，总是心神不宁，在附近的哪里不小心。第十一步，第二圈全部安装水晶球。第十二步，第一圈安装18厘米的水晶长条。第三步，把玻璃棒安装好，安装完成。换算一转眼就从阳台躲到书房，又是你真的安装完毕，大功告